那约定会不会真是一场梦？因为我一直记不起他的面容。他就是那个你一直在找的仙人吧？他是我吸引山药宝贝。仙人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仙人啊，简直就是斤斤计较，而且特别喜欢银子，对吧？这价钱可不太好定，5000两便宜吧？仙居的人不都不用银子吗？是吧？我也觉得仙居的人不喜欢银子。哎呀，没事吧？这个问题对于高高在上，随手撒钱，不知人间幽谷为何物的柳大小姐来说，太过于复杂。左边，你当我是卖艺的？大叔，你别不好意思。看来一直都在帮我想办法，再给你多加5000两。好看吗？好。摘下来吗？什么？只是给你看看罢了，我可是要卖钱的。啊，对。这人世我走了一遭，像个影子一样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可我遇见了你。你和柳梢继承了双神的仇恨，你们才会灵力互克，彼此相害。师父想用无辜之人献祭，不如就先从弟子开始。半年前就已经错了，难道你想让柳梢跟药灵一样？你们主宰我们的生死，不是因为对错，而是因为利弊。凡人就该死吗？凡人也有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想要守护的人。柳梢，洛林。继承药灵身，这人间便有你一份责任。你做不到，我替你做。你曾悔恨的，我帮你圆。这三界众生，我替你守护。刘超，只要你回头，